还是有新名的，但是巴西嘉年华音奖就是无新名的，但是嘛是喜宴叫。不过伊无名，无新名，不过有名老鼠。对对对。来。来欢迎到咱淡水好友宫，咱的技术代表哦。好，咱的淡水妈。阿姨老多了。江小哥嘞，谢谢，感谢咱的淡水嘛，淡水好友情。其实今天我们淡水平安寺哦，咱今天哦冒出一站，足大站的顶头，咱伫后壁，啊，所有啊，咱的顶头人员嘛伫后壁，顶面会经过咱红大。即摆这个时间，咱阿伯食饭的，大家会当先去用餐食饭。咱的顶头袂无去吼，大家，咱阿伯食饭啊，爱去食饭，啊补充咱的水分。哦，咱的对面遐拄好嘛五十人哦，啊，大概五十人买两个吼，感谢。谢谢我们的上古的好朋友哦。好，咱的风之翼龙狮团。那今天你的水温上升哦，所以要打个艺术高的山羊哦，谢谢。啊，穿这个也很热呢，毛茸茸的，对，但是冬天会蛮温暖的，对。但是现在是夏天。素食不在，半正有景，掌声鼓励。那八个字，我一个小朋友在念，我真的被他笑死。小朋友念，四时八节，四时无灾，八节有节，八节有节。小朋友给我这样子念，啊，那你就八节了呀。四时无灾，八节有节。再祝江夏哥嘞，谢谢，来风之翼，两三天，再祝感谢。来，这就是吼，咱的热歌车吼。你个车呢？在咱庙会嘛是常常在车。我以为你是说在做你个车的时候在。哦，不是，哈哈，绕境呢。哦，对，不是制作。制作你个车的时候。而且不光是野个呢，它上面坐的都是金的啊，真的小朋友哦。对，真人一格。是。而且咱给个车诶发源地，就是个组成。一格的地方是咱台中情最是的，那所在上最结构。好，来欢迎我们的淡水福佑宫，我们的神将皇哦。好，来来看九兄，阿伯说了是咱的陈顺将军。谢谢哦，来当然咯，咱参内艺术搞得善良哦，感谢咱一路辛苦啊哦。较早这个神将团是即卖现身啊！较早细汉的时阵，拢讲大神大神昂啊，对，拢讲大神昂啊吼。其实要请这个大神昂啊，也要相当的底子呢。对，不然你看那个手啊，在摆动啊，你也必须要有一定的那个律感，对吧？是，阿伯去怕这会哦。这对于千圣将军很特别。嗯，你知道哪里特别吗？一般咱的千圣将军阿爸是高级，是，但是咱阿爸是排五方，五方，哎，这是很特别的地方。
这是咱淡水福佑宫，咱的千顺将军不一样的地方。对，咱即个咱看大家嘛也好，也是讲甚至受高地啊，咱破主啊，咱八天宫的千顺将军，因的行法，以及咱八杠调天宫，咱千顺将军的行法，所有的将军伊也变配拢是高级。是，但是咱淡水福佑宫啊，咱的千顺将军看到是咱的五峰，是，那是不一样的地方。无唔对。现在咱的千顺将军参礼完，要来恭迎着咱福佑宫，咱的天上神庙，咱的淡水妈要来领着咱淡水平安祭。咱恭迎咱淡水妈哦。咱供奉妈祖母的人嘛，非常的信徒嘛，非常的多吼。咱知讲咱妈祖母非常的灵，也会非常的灵验哦。也非常的慈悲哦。然后呢，咱妈祖母呢，那她其实呢，大家都忘了，其实妈祖母她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儿哦。在她呢还没有得到之前，孝顺的女儿，所以呢，在呢她的整个宗旨上面呢，传承了什么孝道，所以呢，她希望她所有的众信徒，除了呢在跟随妈我们的绕境的活动之外，在家里最重要就是要孝顺自己的父母亲哦，她的慈悲，她的善良哦，很多人都有感应过哦，所以呢，妈祖母非常的慈悲，所以大家呢，大家讲话有真侪拢是妈祖母的囡仔，像那是妈祖母的囡仔，因为呢，咱妈祖母就是咱的妈妈哦，就是妈妈的尊称呢，咱心目中的妈妈。那但是呢，就是要她希望她的宗旨呢，就是除了大家要慈悲善良之外，也要孝顺哦，因为我们林默娘就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儿哦。今年的 slogan 是"我爱妈祖"，妈祖。